们现在去哪里玩？现在我不知道，你要带我去哪里啊？好，我带你去找水可以玩去。我们要去找地方，我泡水去。我们在瑞穗游山玩水去。出来喽，我们去玩水去，走玩水去。大太阳天去玩水。对，很急，所以会把腰弄湿。还要开一个小时，瑞穗大桥底下桥墩的这个铁板是用于在台风季洪水期的时候用来阻挡河刷冲刷的，但是这个铁板起来了，我刚才有打电话给第九河川管理局通报，但是他们说这个是归公路局的日理段来管，所以我就后来打电话跟公路局这边通报了，他们说记下来了会处理。